有三个人走了楼梯，你猜一下哪三个人走了楼梯？你猜，或者哪三个不是人的走了楼梯？这个话更准确，我觉得。这个，为什么？然后呢？知道了。是。这个。还有呢？怎么？还有。对，还有一个。这个。准吗？对，就那么非常准。你是因为什么字眼儿判断？第六感。